为什么哈哈镜会映出变形的影像？头怎么这么晕？哈哈镜，我要进去看看。怎么回事？这么多镜子？这怎么镜子里没有我呀？我一定是晕了。我怎么变成这么小了？我怎么回事？我过山车怎么把我做成这个样子了？我一定是晕了，我得赶紧回去休息。婉婉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病了？不可能吧！我刚才照镜子，身体都变形了。哈哈镜，婉婉，你没有病，这是哈哈镜的缘故。为什么？难道它和普通的镜子不同吗？普通镜子是平面的，哈哈镜是曲面的，而且不同的曲面就映出不同形状的影像来。是青春回来了，我得快藏起来。婉婉怎么还没有回来呀？什么时候换了一面镜子呀？我怎么变得这么胖呀？我一直都没有发现，看来我得减肥呢。我得赶快定一个减肥计划。减肥是件苦差事，首先要锻炼，而且要控制饮食，同时可以辅助一些减肥食品。倩倩，该吃饭了。我不饿，不吃。倩倩，你这是怎么了呀？这回倩倩准备大吃一惊。他来了，快走。婉婉，你看我的身材合适了吗？我得再照照镜子。这是怎么了？不是我的眼睛有毛病，就是这该死的镜子有毛病。好啊，婉婉，你给我出来，出来！这下露馅了。哼，婉婉，一定是你捣的鬼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开个玩笑嘛。婉婉，这是什么镜子把我变来变去的？那不是个普通的镜子，是它。婉婉，你太过分了！别生气，我来看看。